楚大侠轻功盖世，果然名不虚传。薛仁的剑法也不是道明而来。这次你给我的相助，对我来说练成十四剑，力量不小，获益良多。谢了。薛庄主不要客气，说不定楚某的收获比你还多呢。哼，你还记不记得我们的一年之约？岂敢忘记？其实你应该知道。 如果我把十四剑练好之后，你我之战，你真的不担心吗？在湖心亭中举杯邀月，何其雅致！想不到薛庄主除了剑法无双之外，还是位雅趣之人。见笑见笑，这甘醇甜美，果然是上好的泉水。只不过。 在如此的美景之下，要楚大侠以水代酒陪我喝酒，的确是有点过意不去。<笑>既然薛庄主决定在练成十四剑之前滴酒不沾，我楚某就只有蛇酒陪君子，这只是成人之美而已。哎，如果第十四剑需要练个10年或者20年的话，那楚大侠不是要一直陪我喝水了吗？<笑>以薛庄主今天的建议，要练成之期，相信不远了。 其实你一点都没担心过，庄主还是念念不忘那一年之约吗？你一定是想出了应对的方法。庄主曾经说过，第十四剑练成之时，以楚某的轻功也无法闪避。那就是说，除非我令得高人指点，否则庄主的剑还是会在楚某的身上戳几个窟窿。你说的没错，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你想协助我练功的话，等于把剑刺在你自己身上。 庄主让我钻研剑意，不是也让我有机会一窥绝技吗？难道你就不怕了？其实以武会友是在乎心态，并非实际。就算你完全掌握了我的剑法，那又怎么样？既然庄主当楚某是朋友，那为了朋友一场心愿，就算丢了性命，那又何妨呢？况且习武之人最好的归宿，莫过于魏武寻道。能够死在明剑之下，也是楚某的荣幸。一年之约，不管是谁胜谁负。 战果如何？你楚留香永远是我薛夷人的好朋友。来，多谢。如果所有的侠客都要为武殉道，那爱慕侠客的女儿家岂不要守寡了？<笑>司空姑娘还没休息。如此良辰，早早就寝岂不太可惜了？而良辰无美酒也是一种遗憾呢。 可是美酒当前却不能喝，那才是折磨啊！谁不能喝啊？这可是三十年的状元红呢。哦，不愧是司空星儿，这么难得的酒都给你找出来了。姑娘，恕难奉陪。天下竟有不好杯中物的豪杰吗？星儿，庄主想保持最佳状态，钻研第十四剑，你何苦强人所难呢？ 好吧，那这美酒就等到庄主神剑练成之日再开封吧。楚大侠说的没有错，美酒当前如果不喝的话，的确非常痛苦。怎么样，这状元红还过得去吧？<笑>等庄主领教了美酒的魔力之后，你就会知道为什么英雄豪杰总是喜欢杯中之物了。 我看我以后还是做一个喝泉水的剑客算了。<笑>来，请。去哪儿？哎呦，是你呀！吓死我了！ 怎么，想通了？来帮我是不是？我当然是来帮你的。嗯，我是来救你出鬼门关的。胡说什么？哎，真是现在没人，敢问进去偷我？这里根本不用有人看守啊！墓地呢，离这里有两里之遥，中间设了八个关卡，每个关卡都有高手把关，而且越往里去，武功越高强。你这样硬闯进去，就算让你侥幸到了最后一关，不死。 也去半条命了，到时候你怎么面对那个以逸待劳的高手啊？哎，你好像知道的很清楚啊。当然了，我可不是来这儿混吃混喝的。
说完了没有？我现在决定要进去，要不你陪我进去，要么你不高兴就回去睡觉。如果这两个你都不愿意呢，你索性站在这儿喊有贼就可以了。来人呐，有贼啊！楚留香，你这个混蛋呐，你想害死我呀？是你叫我喊，我就喊了。哎呀，你！哎，有贼啊，快点，在这里哦！哎呀，好小子，你真的把人给叫来了。庄主，庄主，这么晚了还散步啊？散步归散步，你怎么穿得像个贼似的？啊？没有啊。要知道，这夜凉如水，我几十岁的人了，穿件深色的衣服保保暖吗？不会吧？楚大侠说你像个贼似的。不会啦，楚留香这小子喜欢开玩笑。哎，别认真，别认真。我不会认真的。为什么你见了薛家庄的人扭头就跑呢？没有啊，没有啊。你分明是想盗取墓地的蓝田玉石。不是，几十岁的人呢，偷什么？偷什么玉石啊？爹。啊？原来你在这儿啊。嗯。哎呀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这里不比家里，不能到处乱跑乱走的。薛庄主，真的不好意思，因为我跟我爹有个习惯，每天晚上都要锻炼轻功。可是我爹他小孩子的脾气老是不改，所以喜欢到处乱走，有冒犯之处请多多见谅。还想狡辩，分明是父女俩狼狈为奸。薛兵，你可以不要说了，放人。放人啦，放人啦，放人以后全身就轻松了。多谢庄主。不要谢我，谢谢楚香帅吧。哼，哼，哎，这一老一少啊，整天紧绷着脸啊，也不知道他们累不累啊。我不跟那种破坏我好事的臭小子说话，我也不跟不依计划行事的臭老头说话。依你的计划行事，恐怕我早就已经死了，那颗蓝天玉石啊，还在人家的棺材里当陪葬品呢。独自盗墓，还不是落个失败收场？哼，要不是你大声喊，我能失手啊？如果照你这么做事的话，依我说啊，你们两个的方法都不管用。嘿嘿嘿，难道我们得向你请教啊？请教我还不够，干脆跪下来跟你磕个响头，拜你为师算了。哼，事到如今，只有用偷门的最高心法。偷门的最高心法？偷心，只要偷得薛玉人的心，还怕他不把蓝田玉石给我乖乖奉上吗？司空姑娘，我就知道一定会有薛家庄的人来赶我这女贼走的，我还以为是薛总管呢，想不到劳驾到薛庄主您了。可是你来这里也没有准备被人赶走。就算冒着被人赶走的危险，我要来这里看一看呢。好啦，我走了，难不成真的等你赶吗？司空姑娘，老实说，其实你姐妹的事我不用道歉了。没错，你是见死不救，可是连傻瓜也看得出来，昨天我爹是要偷蓝田玉石的，你能够放过我们父女俩，算是两不相欠喽。生死有命，走到哪算哪吧，也许我姐姐命不该绝呢。后会有期了。司空姑娘，刚才你说就算被人赶走的话，也要到这来看一看。这里很特别。我不太明白。我一生下来就是小偷的女儿，所以没有办法，只好也当起小偷来了。自从我懂事开始，遵守的都是江湖中的清风斜雨，可好好一个女孩子家，谁愿意长？很简单，只要过一过隐姓埋名的生活，少跟这些人接触就可以了。哎，一日是江湖中人，一辈子都是江湖中人。如果真的要过盐田居的话，我还真怕不习惯。
你就不同喽，一生下来就是大侠，万人敬仰。我看呐，你八成做梦都会笑呢。你的这番话摆明了是要挖苦我，我也算江湖中人，我的处境你非常明白。我当然明白嘛，我发发脾气而已，别见怪啊。嗯。你看这里，人人会武功，可是却和平相处，与世无争，有尚武之风，又没有江湖中那种腥风血雨、尔虞我诈。从我第一天踏进这里开始，我就有一个希望，可以常住于此。这样子的一个地方，是庄主苦心经营的吧？司空姑娘真的很厉害，被你看穿了。庄主果然是个有心人呢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希望你在这多住几天，多了解一下。哦，不了，就算庄主有这个雅量，可以容得下我这个小偷，怕你庄里的人也不可能，何必让你为难呢？好了，我正要走了，你不用送了。好香啊！我相信你一定不知道，在我们薛家庄里，张老爷的油豆腐可以说是一绝。当今的天子为父到我们这来的时候，他都要特别尝一尝。真的？你要不要试试看？那你请我啊！这阵子啊，我可是穷得发慌呢。请你没有问题啊，但最好的时间呢，我相信是几个时辰之后，因为想品尝这些油豆腐的话，在我们这个村里，南边那个湖畔那儿，明月当空的时候，那边有一种花会散发出一种香味，那种香味和油豆腐的味道是最匹配的了。今天晚上我可以再来吗？怎么不可以呢？哎，你跑那么快干什么？你没事吧？我先走了。哎，哎呦，看遍了这本偷门秘籍，根本就没有什么偷亲大法嘛。我这本也是啊，在街上买的这本神偷秘籍里面根本就没有偷亲这门功夫嘛。是吗？哎，你很秀啊你啊，他疯你也跟他一块疯啊。你也真是的，没事跳上马车就往薛家庄乱跑乱撞的。就是，薛家庄是什么地方你应该很清楚，没被人宰了就是老虎打盹，算你走运。男人就是这样子，永远瞧不起我们女人，觉得我们女人啊不中用。别以为人家对你好一点就留了心了，告诉你们，男人的心事你们一点都不懂，这只不过是一些基本的君子风度而已嘛，我们也有的，不算有那个意思。哎，你看看，哎，把这衣服弄破了，这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。对呀，偷不到心，偷不到蓝田玉石就算了，万一失败，不代表自己一点吸引力都没有吗？那多伤心啊！哎，你们一老一少两张嘴巴一直不停，现在能不能听听星儿姐姐的意见啊？嗯，如果在一个时辰之内我收到礼物的话，那就表示事情成功一半喽。哼，请问司空姑娘在吗？我就是。我奉我们庄主之命给姑娘送衣服来。谢谢啊，麻烦了。月上柳枝头，人约黄昏后。婷儿，有没有胭脂水粉呢？有的是啊。庄主。哦，司空姑娘。你以为我不会来吗？你知道我一定会等你来。没办法，谁都有肚子饿呢。庄主，你这衣服实在太周到了。庄主为什么不说话呢？你所做的一切，是不是都为了蓝田玉石？
既然庄主建议，心儿也应知有所进退，告辞了。四坤姑娘，所谓一次不忠，百次不用，庄主要怀疑我也不算过分的。请留步。庄主有什么指教吗？我希望你明白，我之所以把蓝田御史看得那么重要，并因此而起冲突，是因为先父的一段遗言，再加上蓝田御史曾经带出先父一段无人知道的伤感之情。庄主愿意告诉我这个故事吗？不说算了，庄主怀疑我已经让我够伤心的，我连自己的伤心事都管不了，哪有空去听别人的伤心事啊？每次想起这件往事，我都很想好好的大醉一场。那待庄主练就第十四剑，心儿陪你大醉300杯如何？记得当年父亲练功过度，走火入魔，误伤了母亲，母亲的性命危在旦夕，但是因为他们彼此相爱得很深，父亲就离开家，他决心把蓝田御史找回来。他终于找到了，把蓝田御史拿到母亲面前，母亲说什么也不肯吃，因为他知道吃完第一颗之后一定需要吃第二颗，但是如果吃了第二颗之后，以前所发生的一切全部忘光了，母亲不想做一个没有过去的人，她更不想忘记她跟父亲之间的种种恩爱。水夫人宁愿死也不要忘记跟挚爱人过去的一点一滴。母亲终于去世了，父亲足足有3天3夜陪着他，不让任何人打扰他们。最后他决定把蓝田御史陪着母亲的尸体永远地埋在黄土里。过了没有多久，他老人家也上香而死。一个人如果要忘记过去，忘记对至亲喜怒哀乐的回忆，那有多痛苦啊，虽生也有死。他临终前有个遗愿，蓝田御史以后不再重现人间，除非是未来薛家庄的女主人能跟他的妻子一样，一样的那么爱他丈夫。哎，听说你的易容术非常高明是不是？马马虎虎了。那你见过薛仁他娘亲没？哎，我也没见过，这次连化身千万的楚留香也帮不到我的忙了。哦，你笑什么？我说你呀，根本不懂男人的心。那你懂吗？跟薛老庄主所说的一模一样，不是指样貌，而是感觉。感觉？要感觉起来像薛老夫人一样，有一颗宁死也不愿把心爱男人忘掉的心。怎么那么笨呢？笨的还不止你一个呢，薛仁到现在还搞不清楚他老爹的意思，还亏他是个男人呢。楚大哥，如果得到另外一颗蓝田玉石，荣荣醒了之后就会把你给忘了。忘了就算了，说不定记得才不好呢。不过谁知道，还没到最后一刻，谁都不知道事情会怎么样。你好奇怪哦，前几天才看见你为蓉蓉的事情黯然伤神，怎么一转眼你又像个没事人一样？我这个……哎，小丫头，你太多管闲事了吧？你想看透我的心呢？告诉你，你的偷心大法还没到家，省省吧。还是回来聊正题好了，你打算怎么做？还没想到，你说呢？就算你不懂男人的心吧。我是不懂男人的心啊，你已经说过很多遍了，男人。我不多说几遍，你会记得，会反省吗？好，好，好，那你快教我啊。好，那我就教你。我告诉你，男人呢就是这个样子，因为呢这样这样这样，所以呢就会这样这样这样。然后呢？
个老贼，给我站住！你这些人，哎呦，你这个无赖！你二伯，我已经跟他说了，我们不欢迎他。你滚呢！你说，你对我女儿做了什么事？司空姑娘，哼！昨天晚上你跟他见面之后，他回家一声不吭，今天一早就留书出走了。司空姑娘，你为什么要留书出走呢？试问我有什么对不起你？你没有冒犯我，只是我不想再见到你了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是因为你没有真正明白薛老庄主的遗言，而我却明白了。薛老庄主的意思是，要做薛家未来的女主人，就要像她的夫人一样，永远都不能忘自己心爱的男人。我知道，我终于都找到一个让自己倾心的男人了。可是我怕，我最终都不会得到这个男人，因为我和他身份悬殊。他是一代大侠，而我只不过是小偷的女儿。与其一生一世都不会忘记他这种痛苦，倒不如在事情可以选择之前离开。永远不肯忘记是多么高贵的一种感情，可是要永远忘记自己深爱的男人，又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。所以我宁愿选择自私。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你说的对，身份悬殊的确是个问题。哎，什么以退为进啊？现在是退一步，海阔天空喽。都是你，什么身份悬殊？现在才到他最必经的地方了。没道理啊。薛仁看起来不像有门户之见的人。哼，你以为人都像你吗？吊儿郎当，拍手无成，什么都无所谓啊。这俗话说得好嘛，亡羊补牢未必晚矣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。你给我闭嘴，什么男人心你最懂，我呸。我只想，哎，别吵了，已经有个人憋了老半天了都没说话了。哼，偷心大法，以退为进，计谋是一套套的，你们一点用都没有。难道你就有更好的方法？那还用说？无论两军交战也好，高手过招也好，甚至男女私情也好，最有效的方法只有一个，就是速战速决。薛德官有令，不许踏入薛家庄一步，否则格杀勿论。你给我滚！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说话呀？叫你主人滚出来！司空老贼，上次饶了你，这次可不行。哎呦，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！你也没资格跟我说话，叫你主人滚出来，怎么了？做了什么亏心事不敢出来见我？放肆！把他拿下！给我住手！司空老前辈，请进。好啊，听见没有？滚开！滚开！嗯哎，庄主，哎，谢了。奉茶。哎，不必了，那我们谈完就算，长话短说，把话说清楚了之后呢，你再亲手倒茶给我，那也不晚。放肆！什么？不要乱说话，让司空前辈先说。听到没有？那哎，哎呦，吓死我了！他老用眼睛盯着我，我哪敢说话，连屁都不敢放了。你先出去。出去呀、啊！出去！哎，庄主，司空前辈，我想请问你刚才在大门口的时候大吵大闹，说我没有脸见你是什么意思？啊，意思只有一个，我女儿的清白跟声誉就毁在你手上啊！我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。哎，你不明白我的意思啊？
你用诡计撕破了我女儿的衣服啊，还约她晚上到湖边说了些鬼话，搞得我女儿流书出走，然后你还追到树林子里对着她拉拉扯扯。庄主啊，这事万一传出去，我女儿哪还有脸见人呢？万一她想不开了跳河了或者上吊了，那岂不是我白发人送黑发人？你真是的。这个没有问题，我娶她为妻。是什么？司空姑娘如果答应的话，我愿意娶她为妻。哼，你以为你情愿就行了？你还得问问老夫愿不愿意啊。那前辈的意下如何呢？我刚才呀，你的家丁在门口啊对我多所阻拦，不让我进来。哎，幸亏呢你总算给我点面子，亲自请我进来。进来之后呢，又是倒茶又是送水的，搞得我气都顺了，所以呢我就不太为难你了啊。不过第一，我女儿不能当小妾。我这个人最不喜欢自寻烦恼，三妻四妾永远不会发生在我身上。第二，别以为你们薛家是大门大户啊，就可以欺负我们老少俩无依无靠。我女儿绝不能不声不响静悄悄的就过门，三书六礼绝对不会缺少一样，你放心。好，第三，我女儿过门的时候呢，一定要风风光光，大摆宴席，有头有脸的江湖人物全部都得请来。四方好友一定会给我面子，就算不给我面子，也一定会给老人家面子。很好很好。那么至于聘礼方面呢，你是知道的，我虽然是小偷呢，但是我不是一般平常小偷，普通的宝物呢，我根本不放在眼里呀。那上次在大内进宫偷的那个琥珀观音呢，我只是想拿来看看，看完随手就把它给扔了，放家里还碍事呢。好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嘿嘿，你明白就好。那个我这有信息是那个什么。你说些什么前面？就是蓝田什么的。蓝田玉石啊，蓝田玉石。司空姑娘如果能够做薛家庄的女主人的话，蓝田玉石就双手奉上。那照你这么说的话，你忘了昨天跟那个段无涯怎么说的了？银货两起呀。现在你要我女儿先过门才肯把那个给我。前辈，你有没有觉得你把你女儿当货物卖来卖去的？哎呦，你可千万不能这么说呀！如果我女儿不肯嫁给你，那一切就都免谈了。既然她肯嫁给你，你也肯娶，不就顺水人情吗？庄主啊，我不怕老实跟你说，其实我的干女儿啊，她正等着那个什么石救命呢。那你把这个什么石给我去救我那干女儿，我就把这个女儿嫁给你，这不是又公平又公道吗？是不是？老实说，蓝田玉石是先父的遗愿，我又岂敢不从呢？现在我也了解你们的意思，救人如救火，我当然会无条件把蓝田玉石奉献给你们。不过我可以老实告诉你，荣姑娘她现在暂时没事，我现在得你一句话，前辈，我明天就可以到你那边去提亲。你是喝醉酒还是撞昏头了，要我嫁给他？哎呦，我当时是后有追兵前无去路。闭嘴，马上就退婚。好好好，退婚就退婚嘛，反正我们当小偷的说话就像放屁似的，放屁不认屁嘛。哎，不过呢，对薛一人说谎，你就要小心一点哦。我不管，最多他让人家五马分尸之后，我会好好安葬安葬的。哎，你这个死丫头啊，你说什么呀？你真是的。那我让人家五马分尸之后，让你这个白发人送黑发人。啊，你好了好了好了，别吵了好不好？先坐下来再说。来来来来来。先坐下。现在呢，由我来发问，你来回答。说。我问你，薛仁的样子丑吗？哎，现在是平心静气解决问题的时候，你要照实回答，不许说谎。不算英俊，但是也不丑。好，那他算不算是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呢？比你们两个像多了。站住。他对你好不好啊？好的没话说是吧？这就对了，这结论就是，像这么好的男人，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。哎，还好我不是女人啊，不然薛仁的心哪轮得到你偷啊？白白便宜你喽！哎，是啊，慢点，对嘛？他好不好是一回事，我喜不喜欢他是一回事，要不要嫁给他又是另外一回事。哎呀，你听明白了是不是？我的意思是说，你只懂得偷心大法，而不懂得换心大法。什么？我的意思是说，如果你把薛逸人的心换一下，让他看上的不是你，
而是我，那就呵呵那不要说了，你们都不去退婚是不是？我去。慢着慢着，话还没说完呢。好，不嫁就不嫁，但是呢，不妨试一下。司空老爹不会逼你嫁给薛逸人的，他还留了一手，是吗？是啊，当时我开出的条件呢，其中有一条就是要他大摆宴席，把江湖上有头有脸人通通都请来。你想想看，大婚当晚，这薛家庄上上下下都是忙得人仰马翻，重兵伺候，整个薛家村的人都会去吃喜酒的。对啊，到时候谁还会有空去理会薛老庄主的坟墓呢？嗯，仙儿姐姐就去当你的新娘子，司空前辈和楚大哥就去偷蓝田玉石。大事一成，你就把龙凤袍一抛，溜之大吉了。对呀，你们都疯了！我这样一走，天下虽大，还有我跟爹容身之处吗？星儿，救不活蓉蓉，天下再大，我和你的心，以后还能不能自由自在，笑傲江湖呢？好，我嫁。但是有个条件，说，快说。不管成不成功，洞房之前我马上走人。一言为定。恭喜恭喜。不是不是。恭喜恭喜啊。恭喜您，恭喜。谢谢谢谢。东西往里头抬，往里头抬。谢谢谢谢。谢谢谢谢，欢迎欢迎欢迎，请进请进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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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等一下，庄主马上就来了，喝了交杯酒啊，你们以后同心同节，白发到老。什么偷王之王嘛，偷东西偷那么久，等我想光一回来，我插翅就难飞了。我敬老尊贤，你先请。我选左边那个。为什么我两个？你帅吗？这要我的命了，你还不过来帮忙？哎，你多加点油吧，老人家。是不是很累？你来了。盖头不是要等新郎来帮新娘接的吗？因为我觉得热嘛。我明白了，你不是很愿意嫁给我？是啊。你当天不是说过身份悬殊是一个问题吗？那为什么现在你又肯娶我了？我知道，是不是我爹去你那大吵大闹之后，你就受不了，觉得烦，你才娶我的？反正你们薛家庄这么有钱，娶十个八个老婆花样根本不是问题。是你从来没有过娶我的心。那你为什么要嫁给我？哎，这才第二关而已，这样一路打下去，不打死也累死。恭喜恭喜，今天是你们庄主大喜的好日子，摆了酒席了，你们不去喝酒啊？其实我知道你已经喜欢上我了，虽然你知道我不是真心真意要把你娶回来，但是你愿意用你的生命来赌一次。是啊，我和我自己打了一个赌，赌你会爱上我。真的？那你愿意为我赌一次了？嗯。星儿，
不要担心那么多，不要顾虑那么多。你已经嫁给我了，你是我的妻子，也就是薛家庄的女主人，身份已经根本不是问题了。其实在树林那天，我已经很想跟你说，我希望你能够嫁给我，但是我没办法，我没办法说出口。可能我长这么大还没有深爱过一个女人，所以我就眼巴巴地看着你走了。可是后来我很后悔，我想马上派人到你爹那儿去提亲，可是我没有做。后来他跑来找我，杏儿，对不起。哎，这个会不会太短了？短吗？有人受得了长，有人受得了短。我自问武术和剑术我可以完全掌握在我手里，只是一个爱字和一个情字我根本不知道是什么。但是你放心，我答应你，我会好好的去学，我不会辜负你，我会做个好丈夫。其实也不用那么认真嘛。什么？我的意思是情爱应该发挥于自然嘛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来，坐下。交杯酒，喝了交杯酒之后，我们正式成为夫妻，一生一世，永不分离。哎呀，也别在那看了，过来帮忙啊！我撑不住了。虽然你是出了名的不杀人的，可是你可以把他们打伤吗？再拖下去，我女儿就跟人家洞房了，她会埋怨我一辈子。我不想喝。我说不想喝的意思是，你有没有认真想过？毕竟我们门不当户不对。心儿，你所考虑的一切都是多余的，我先把它喝了。我还没吃东西，我怕会喝醉。对啊，那你先吃点东西。你不吃我也不吃。我送你一样东西。这是你随身携带的贵重物品吗？我怎么能收呢？星儿，我心里是怎么想的你还不明白吗？你还不相信我？送给你。我答应过你爹，大婚之后，蓝田玉石会双手奉上。那不是要惊动薛老庄主的坟墓吗？这怎么好意思呢？打算什么时候动工啊？总是要选个良辰吉时嘛。蓝田玉石已经拿出来了。你的脸怎么发白了？你应该开心哦。如果你觉得奇怪的话，那最奇怪的是楚留香和你爹一来到之后呢，就喝得酩酊大醉。试问他们两个人的酒量会不会那么容易喝醉呢？我可以很肯定的一点是，他们两个人根本不在自己的客房里面，你说是不是？你早就怀疑了是不是？如果是真心真意的话，我送什么东西给你你都会很开心，一块木头也好，一块石头也好，何况是一颗这么珍贵的夜明珠。
随手接过去，随手摆在桌上，一看就知道是假情假意。这一次的婚宴根本就是个调虎离山之计，不论他们两个得手也好，失手也好，你都一定会走。我欺骗了你的感情，虽然说是为势所逼，可是一样死都不足以赎我的罪。你说得很对，相信这一切我都无法忘记，就算你死了也赎不了你的罪。你最好收下这颗夜明珠，如果我收回的话，我不会再送出去，可能会对你有用，考虑清楚。你拿回去吧，我要送给真正值得的人。有人偷东西，饶了你们两个，那薛家庄在江湖上就没有立足之地了。小子，咱们是三十六计走为上招呢，还是你准备大开杀戒呀？哎，戏法变不成了。女儿啊，你没事吧？没让人欺负？薛庄主，很抱歉，实在情非得已。为了救人一命，当然无可厚非，但是你们使出骗婚这一招，未免太卑鄙了。薛庄主，当年薛老庄主跟夫人去世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很悲伤？悲痛阴阳两相隔，谁愿生离，谁愿死别。如果能得到薛帮主赐赠蓝田玉石的话，楚某感激不尽。我说的任何一句话都会遵守我的承诺。蓝田玉石刚才我已经双手奉上。夜明珠就是蓝田玉石？我送给你你不接受，你再三的拒绝那颗夜明珠，其实就是蓝田玉石。他送给你过？你们要？哎呀，死丫头，我早说过嘛，女大不中留啊，你简直是胳膊肘往外弯呐。爹，你说什么？我说什么？哦，怪不得当初我说骗婚的时候你一口就答应了，我还觉得委屈了你呢，原来你是一心一意想嫁给他当女主人。哦，难怪那天晚上跟你讨论怎么骗取薛庄主的心的时候，你说了一些奇奇怪怪的话，说什么人生在世苦多于乐，蓉蓉醒不过来就算了，又说薛庄主其实对自己很好，原来你心里面早就不顾蓉蓉的死活，一心向着薛庄主。爹，我没有，你们冤枉我。哼，还说我冤枉你，你太没良心了，你不想救蓉蓉，你想她死，我恨不得一巴掌打死你，我只当没生你。哎，谢谢你，楚留香，看好我女儿，快追！是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追，快点，快点！这一巴掌本应该由你打的，可是你没打，反而替我挡。你说的没错，我死不死都没有关系，因为心儿万死，也不足以还清欠你的恩情。但是冒犯老庄主的罪还是要还，就像上次一样，我留下吧。不过这一次不会有蓝天御史来交换我的命，你动手吧，让我下去亲自向老庄主赔罪。